我，太子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前宣布，一定要追到启穗高中的田雨希当我的女朋友。大家辛苦了，大家休息一下。各位，请听我小刀说两句。这个有关篮球队奖学金的问题呢，我们的太子已经帮各位解决这个问题了。你有什么目的啊？各位，这事情啊是这个样子的啊。我这个人做事呢，向来就是凭直觉，也没有什么目的不目的的。只是我觉得大家既然喜欢打球，那就快快乐乐的打球就好啦。嗯，对啊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对啊，对啊，你们看我们家太子说的多好，对不对？大家说对不对？哎，小刀，哦，哇，还真是不容易耶！没想到你们真的请得动他来哦。田雨希，我们已经有一个礼拜不见了啊。情书啊。哎呀，你干嘛那么麻烦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只要一通电话呢，我就……你眼睛瞎了？看清楚。暂停。全国高中联赛冠军。对，启穗今年要参加全国高中篮球联赛。现在我向你们云上下战帖，只要谁赢了冠军赛，麦当劳就是谁的地盘。如果我们赢了，你们云上从此不能欺负我们启穗的人。冠军赛？对。笑什么？不对，各位同学，你们都听到了啊、哦，启穗呢，今年要打进冠军赛哦。好，我接下这份战帖，可是呢？我们礼尚往来一下，我也要向你下战书。我，太子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前宣布，一定要追到启穗高中的田雨希当我的女朋友。我就不相信我们启穗样样不如你们云上，就是一辈子要被你们踩在脚底下。小希，小希，干嘛气呼呼的？我们球队不是要解散了吗？你干嘛还写招生海报啊？我们球队不能解散，要让云上停止欺负我们启穗，就一定要打败他们。黑熊，你是队长，等新生进来后，你一定要好好带他们。田鸡，学员记录就拜托你了。疯了，要挑战云上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？如果连我们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话，那别人怎么可能瞧得起我们呢？对，小希说的有道理。队长，我们都曾经那么喜欢篮球，我也不希望篮球队倒致了。现在连圣战传说都出现了，这一定是上天注定的。我们一定可以打败云上的，我们一定可以的。黑熊，队长，好了。全国高中联赛冠军奖杯？咦，这奖杯
是30年前启穗的圣战传说。今年是圣战传说，那我们除了开始招生之外，还要开始请教练了。圣战传说。